身躯边的呢，是咱永丰龙船队咱的班长啊，咱的赵班长。和赵班长呢，赶快甲咱所有好朋友请安问候一下。肖总会长、国分的会长、各位教育，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永丰龙海上的船队，一个北海的船队，我计放1109年4月7号春季北海海上正常哦，礼拜两关赛哦，今日正资格赛比赛哦，祝各位教育都安大，谢谢。好来啊！今仔日呢已经正式进入咱这个春季的这个资格赛的比赛。那么咱这个今仔日放假第一日天气状况，嘛是咱教育上关心的。伫这呢，就甲咱所有教育呢报告一下咱放假第一日的天气状况。今仔日咱放假第一日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头的方向的部分是北方哈，北方。那么风力的部分5级。风力五级哈，风力五级，硬的部分中硬，硬的部分中硬。天气的部分呢，乌阴天哈，咱头都有讲过哈，日头光强都要烧出来，结果呢，这個、太阳公公都要避起来哈。不过今日风格地界呢，咱看到的这個、整个天气状况还算蛮晴朗哈，乌阴啊，但是呢，清清啊哈。那么今天这能见度的部分，能见度的部分呢是13公里，哦，能见度是13公里。啊，以上呢，这就是咱今日咱凤甲地啊，这个天气状况和咱所有教友啊了解一下哈。最主要今日这个方向的部分头的是北方，风力五级，哦，这个风力五级的这个状况呢，算讲正常，而且呢，这个风力的部分算五级呢，照这咧飞的部分，这拢风速方面。啊，应该拢会加强吼，风速拢会加强。尤其今日头的是这个北方吼，照这主要你呐，今日为着咱的这个做船头的方向呢，啊、正班的出去安尼呢，拢算正线吼，拢算正线。那么这个同款，咱就入来内底呢，啊，先看一下咱今日的这个经纬度。真呢，咱今看到的哈，就是咱这个船只定位这个经纬度的部分。今日咱预计到达的地点呢，咱北纬是26度0.4分，东经的部分呢是122度48分。那么这个呢，咱看一下咱船的位置哈，咱今船的位置来伫遮哈，船的位置来伫遮啊，咱预计咱的放歌定点就是这个十字点的所在哈。即咱是伫这个啊。咱目前呢，咱伫这个北纬的部分呢，已经是来伫北纬26度6分，哦，26度6分的所在。那么东经的部分呢，是122度48分，哈、哦，122度48分。那么今仔日呢，咱这个做船只，哦，咱船只停靠的位置呢，会使讲这个资格赛呢，算讲较偏东边，哈、哦，资格赛稍微较偏东边。咱的家人港伫遮，哦，家人港伫遮，为遮呢到咱的这个放甲点呢，甲这个所在，哦，这就是咱今仔这个放甲点150公里。那么150公里的时阵呢，咱今日这个资格赛的位置，吼、哦，资格赛的位置会使讲稍微较偏东边一挂，吼、哦，较偏东边一挂。那么最主要咱都要看的就是讲，看鸟只出来的这个。出来了后，伊爱顺伫这个船头吼，顺伫船头，你若讲啊做多12点钟的这个方向啊、甚至1点钟、2点钟，这算正线的吼。啊，你若讲小可较偏10点钟啊、9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个方向就算讲会较偏东边吼，较偏东边。那么今仔日头的方势是北方吼，今仔头的方势也是北方，所以讲今仔日咱咧看，尽量照只是为1点、2点这个方向是上准的。啊，你若伫这个啊、10点、11点这个哦，算讲会较偏东边啊。以上呢，这就是咱今仔日啊，这个海岛的部分，然后咱教育做一下了解。后来这个呢，刷落去哈、哦，咱先看下再去咱这个啊、加风调的这个画面。
永隆联合船队何理事长哦，啊，这个北海联合船队哦，这个萧当署长哦，啊，今仔日是这个民国109年哦，4月初5，啊，这个住北海啊吼，这个村仔贵出过世头一抓哦，啊，这今仔日出来，这是咱这国分会派出来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准备来去验风潮，啊，准早早差不多是4:30吼，啊，就是台北来去看风潮，啊，这个请各位加油啊，昨天来去参观看卖。2242，哦，阿娇诶，后面咧，风潮号码N7039，风潮完整。正。搜查完整，进。一直来。洪家号码N7029，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15，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81，洪家完整。完整。搜查完整。进。洪家号码N7044，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24，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76，洪家完整。完整。搜查完整。洪家号码N7049，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38，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51，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08，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012，洪家完整。完整。3116，阿娇的阿总。洪家号码N8113，洪家完整。完整。搜查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8114，洪家完整。完整。搜查完整。洪家号码N8111，洪家完整。完整。搜查完整。洪家号码N8112，洪家完整。完整。搜查完整。八德海上。洪家号码N7345，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7343，洪家完整。完整。3688，洪家号码N0601，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0602，洪家完整。完整。看无？洪家号码N0605，洪家完整。完整。洪家号码N0606，洪家完整。完整。朱洪文瑞。看无？啊，你看有无？洪家号码019080，洪家完整。啊，朱洪文瑞签名哈。洪家号码019809，哦，啊，拄只迄个是后尾是808吼，更正一下吼。哦，朱红签名吼。哦，这个个这样。王静。268分内。洪家号码018251，洪家完整。
红条号码018-6562红条完成。3115阿娇，请接。哎，好，早，大家好。红条号码N9006红条完成。红条号码N9005红条完成。红条号码N9004红条完成。红条号码N9003红条完成。金溪湖海上，红条号码018-940红条完成。哦，这车又签名哈。红条号码018-948红条完成。哦，车又签名完成。大坪联谊会，红条号码004826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04827红条完成。大台中海九成，红条号码021483红条完成。签名完成哈，哎就，红条号码021482红条完成，啊，签名完成。大炮加油会，红条号码011222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11223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11224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11225红条完成。桃园中山分会，红条号码015296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15295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15294红条完成。5789阿娇，落开阿贤。红条号码N9561红条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62红条完成。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63红条完成。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64红条完成。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25红条完成。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68红条完成。哦，更正啊，红条号码N9566红条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67红条完成。收台完成。红条号码N9568红条完成。收台完成。明星爱甲，红条号码032313红条完成。红条号码032312红条完成。大淡水分会，红条号码 N
8359，洪朝文正，加油签名哈，洪朝文伟，8369，嗯，8369，洪朝文正，签名哈，25899，阿仔的阿庄，大家搞啥？洪朝文伟，嗯，8862，洪朝文正。见，洪朝文伟，恩，8861，洪朝文正，文正，说到文正，文正，洪朝嘛6688，洪朝文伟，恩7611，洪朝文正，文正，说到文正。洪朝文伟，嗯，7669，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7659，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7624，洪朝文正，苏朝文正。洪朝文伟，嗯，7616，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7623，洪朝文正，好喂，洪朝文伟，嗯，7635，洪朝文正，说朝文正，喂，嗯，洪朝文伟，嗯，7630，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7607，洪朝文正，全营指挥阿教的，落去。大家老师。洪朝文伟，嗯，0117，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0124，洪朝文正。南江海上。洪朝文伟，嗯，8322，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8323，洪朝文正。洪祥文伟，洪朝文伟，嗯，7953，洪朝文正。洪朝文伟，嗯，7918，洪朝文正。啊，各位教育，大家搞啥吼？啊，即阵咱纯正的遮南仔风调啊，所有全部拢检查完毕，啊，一切拢哦原封吼，啊，较少等下7点会准时放假。好，来，谢谢啊！以上呢，就是下早起呢，咱这个加风调的这画面。那么今日呢，咱全船呢是满载的状况吼，所有风调拢完整，没有问题，甲咱教育做一下报告。那么这个呢，咱个阁看一届咱船的定位点吼。目前呢，咱船只已经来到咱的定位点啊吼，已经到咱的定位点啊。咱的定位点就是咱的东经呢，咱是122度48分。哦，122度48分，北纬呢是26度0.4分，这是咱今日预计到达的定位点。那么船只呢已经到咱的定位点了吼。伫遮呢，同款哦，个咱照样看一下咱今日船停靠的这个位置吼。今日咱是这个北海进翔联合船队以及咱永鸿龙船队，咱的船啊贵主计赛吼，为基隆港出港呢，一直到咱的凤甲地。哦，一直到咱的凤甲地遮，这个是105公里哈，105公里。那么这个点呢，这就是咱今仔日的凤甲点。船只的部分呢，嘛较停靠东边一挂哈，较停靠东边一挂。那么这个呢，咱先出来外口啊，看一下今仔日啊，咱这个啊做所有啊凤甲人员就定位的这个状况。好，来，这个呢，咱先看外口的这个天气哈、哦。你看，一头光吼，小花瀑布啊，遐一粒吼，遐一粒吼，一粒迄个日头光的迄个状况，但是这个风热吼，无拍开啦。你若风热拍开的时阵呢，
这个日头光就伫咱这个船的倒手边吼，船的倒手边啊，但是一定要做分叶拍开。你若分叶有拍开的时阵呢，这个、日头光会是咱照这做定位的一个较好的依据。那么，即个咱所看到呢，咱所看到就是安那，对袂？等待这个分叶开，因为今日这个云层，吼、哦，这个分层的部分有较厚一挂吼、哦。啊，不过呢，风格地遮啊、清清啊，差讲无日头光尔吼，差讲无日头光。那么，咱若讲搁离咱这个风格的时间差七八分钟呢，这个分叶若开去，哦，若开去，咱就表示讲今日有日头光。啊，照这伫咧定位方面呢，都会加足方便呢。那目前呢，咱所有的这个风格人员呢，目前所有的这个风格人员拢已经就定位啊吼，拢已经就定位。那么咱所有好朋友原来看会到的，就是讲，咱今仔日全船咱是满载的状况吼，满载的状况。今日呢是咱北海进香联合船队以及咱永鸿龙船队啊，咱109年度。咱春啊季哦，春啊季资格赛哦，资格赛的比赛。那么比赛这個公里数呢，150公里哈、哦。比赛公里数150公里啊，同款。伫遮呢，依照咱所有的交友呢啊，伫今仔日的这个资格赛内底呢啊，会当拢安当哈，交接拢会当顺利登陆哈，拢会当顺利登陆。啊，咱咧看哈，咧期待讲这個日头光会当出来，结果这个同款因为云哈、哦，真正太高了哈，云、哦、真高呢。钉钉塔塔，所以讲呢，这日头光要开可能无遐简单，吼、哦，可能无遐简单。不过呢，同款咱甲连伊啊，这个放假的时阵呢，咱嘛看讲照这伊的这个定位会当抓较准确啊袂吼，抓准确一挂。那么咱有讲过吼，伫船的这个啊做一点钟、两点钟，这算正向的，吼、哦，一点钟甲两点钟这算正向的。那么你若讲船头的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这个呢，较会偏东边吼，鸟、哦、只就会较会偏东边，所以讲呢，今仔日咱同款吼，啊，期待这个鸟只飞出来了后，啊，看伊的状况安怎。今年这个春啊季的这个比赛吼，整个这个比赛啊、相信咱真侪鸟友拢已经为气象图文顶吼啊了解到咱的这个了解到咱这个风格地的这个状况。那么像今仔日呢啊，咱风格地遮啊袂歹的情形就是安那，就是讲拢四周围拢清的吼，四周围拢清的。那么因为是资格赛，今仔日这个鸟只放出来了后呢，咱要注意的就是讲。伊这个拍靠的时间，包括伊球放出来了后，飞悬的这个程度，看是安怎吼，啊，才有法度确实的判断讲，今日鸟只定落的这个声速。目前呢，咱所有这个放鸽人员拢已经照定位啊吼，离咱放鸽的时间呢，啊，差不多过五分钟左右吼，差不多过五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咱看得到的吼，就是咱这个咱风格地遮吼，硬的部分也算真平啦吼，硬也算真平啊。虽然是中硬的状态，虽然是中硬的这个状态吼，不过今仔日的风力甲这个方向，咱今仔日的这个方向是正北风哦，正北风。啊，咱有讲过哦，你若伫这个正北风的时阵呢，当然爱依照这。拆钉处理的情形来去判断，因为有的鸟只这个拆钉了后呢，飞的这个方向会也无同款，啊，同款真重要，就是讲鸟只出来了后拆钉，啊，鸟只原来对了吊钉吼，原来对了吊钉，你只要对了吊钉呢，伫这个定力来讲呢，啊，都无啥问题，啊，最主要咱今仔日这个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那向这个方向飞落，较偏东边去，哦，都会较偏回东边去。那么这个东边的部分，就是位基兰遐。如果讲今日大阵的鸟只，若是位
12点钟、1点、2点、3点的方向呢，这拢算正线，哦，这拢算正线。啊，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呢，伫鸟家还袂放出来时，咱先啊大概啊鸟家定位的这个位置呢，予咱鸟友知者。那么一直甲咱鸟家出来了后，一直甲鸟家出来了后呢，咱会搁较详细啊，甲鸟家飞出去的这个方向啊，甲伊这个定位呢，啊，予咱鸟友大概啊知影一下呢。不过呢，咱伫船顶，毕竟这个150公里的这个距离吼，我那算已经甲资格赛150公里的距离，咱掠的拢是大肌肉啊，哦大肌肉啊。啊，事实上呢，咱嘛是爱依照这实际登陆的这个状况呢啊为主。来这呢，咱看到的吼，徛伫这个头一位，这个这就是咱。这就是咱联合军队咱的总指挥后面的吼，啊，带着所有的这个奉甲人员吼，带着所有的奉甲人员啊，伫遮待命。啊，时间一个到，咱7点时间一个到，咱就要来奉甲。今日呢是咱北海进翔联合船队以及咱永鸿龙联合船队，咱109年度春啊季资格赛的比赛，哦，咱109年度春啊季资格赛的比赛。那么咱比赛公里数呢是150公里，哈，150公里，为基隆港一直到咱的凤甲地遮是150公里的一个情形。今日咱的这个方向的部分呢，佮咱交友做一下报告，方向。北方，方向北方，风力5级，风力5级。海涌的部分中涌，海涌的部分中涌。天气的部分乌阴天，天气的部分乌阴天。能见度啊，能见度13公里啊，能见度13公里。那么昨呢嘛，感谢咱肖总会长哈，咱肖总会长啊，以及咱的秘书长、秘书长啊，咱昨拢有到咱的啊码头。哦，拢有到咱的码头，甲咱关心，谢谢。啊嘛，感谢咱所有这叫车的这大哥，哦，伫这时间内底呢，准时到达码头。中间啊，中间来啦！倒数10秒。中间来来。5、4、3、2、1，再见。好，来，咱伫7点，哦，7点准时哈，7点准时，甲全船所有的鸟只呢，啊，拢放出来。7点时间一个到呢，咱甲全船所有的鸟只拢放出来啊哈。那么这呢，鸟只出来了后呢，整个掠的方向还算正确，哦，也算正确哈。大批，哦，大批的鸟只呢，拢集中伫这个船头遮，哦，拢集中伫这个船头遮。即个过来就是等伊哦一段时间了吼，分贴定者。那么因为今日即个凤甲地遮气候的关系吼，因为小发乌阴天，而且呢日头光咱头带其他即日头光也无出来。不过呢，鸟只算真熟头吼，真熟头。出来了后呢，啊，拢向伫集中伫船头这边遮。那么集中伫船头呢，而且呢即个定位的部分哦。定位的部分还感觉还不错，就是拢差不多伫11点钟、12点钟、1点钟、2点钟左右。哦，所以讲呢，这是今仔日了，感觉较理想一挂。因为呢，你若向伫9点钟、10点钟的时阵呢，这个就较稍微较偏。那么真紧哦，即个出来了后，甲即个吼，啊，即个贴灯也好啦，即个动作拢真紧就完成啊。而且飞行的高度吼，飞的即个高度，我那叫真高吼，我那叫真高。全船所有的鸟只呢，哦，全船所有的鸟只，拢向伫船头，吼，拢向伫船头。你讲啊，做趴伫船后的啦，几乎没有趴伫船后的鸟只。即目前已经贴电的部分，哦，差不多陆续完成啊，吼，差不多陆续完成。
目前咱看会到的，较头皮鸟呢，已经冲到足头前去啊。那么头皮鸟呢，差不多向伫十二点钟这个方向，上头皮鸟差不多伫十二点钟这个方向。那么这目前咱看会到的，伫这个十点钟的方向有一大批，十点钟的方向有一大批，十一点钟有两三阵吼。那么十二点钟的方向鸟只有哪赶出去？一点钟、两点钟，拢有鸟只赶出去吼，拢有鸟只赶出去。所以讲今仔日呢，这个方向的部分，即个较烦恼的是，带伫即个十点钟、十一点钟即个鸟只，即个较烦恼。那么即个一点钟、两点钟算大批鸟吼，一点钟啊、两点钟即个方向是大批鸟出去。那么即个呢，持续吼，即个拆电的状况也够持续咧进行当中吼，已经有看到咧拍鼓的情形啊，已经有看到咧拍鼓的情形。那么咧拍鼓的情形呢，伫即个十点钟、十一点钟，即几批大批鸟呢，拢有咧拍鼓，即个拢咧拍鼓。那么伫即个一点钟、两点钟，尤其十二点半钟出去即个即大阵吼，一直咧拖出去，一直咧拖出去吼，较无拍鼓的情形。那么伫这个一点钟的方向有两阵吼，有两阵拖真远，但是呢，我那小可有拍鼓的情形吼。这是咱目前的，咱鸟只放出来了后呢，因的状况啊，互咱鸟友先大概了解一下。这因为今仔日呢已经来到150公里的这个比赛公里数吼，沿路上。即咱行讲沿路上，为鸡笼港一直甲咱凤甲地遮即个沿路上，对鸟只要登记即个路顶咧，惊讲唔知有云雨带也无吼。你若讲有搁拄着云雨带，目前鸟只出去即个路线，不一定伊着正线飞，不一定伊着正线飞，伊爱搁闪雨棚啦，还是闪一下迄个叫做雷雨包啥物，即个闪落咧，伊的即、这个路径。距离都会消化悠长，还消化悠长吼。那么以今仔日咱整个资格赛鸟只放出来这状况来看，飞的高度吼，飞行的高度都拉蛮高的吼，飞的这个高度拢悠真高。那么悠真高了后呢，真紧因就拆电啊，吼，真紧就拆电啊。那么伫拆电了后，咱今日咱讲过吼，鸟只集中的这个飞行的方向。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一点钟、两点钟，几乎拢有鸟只，差不多拢有鸟只。而且呢，拍鼓的状况无讲真拍鼓真久，无讲拍鼓真久。而且大批的鸟只带咧，差不多十二点钟、一点钟、两点钟，这算大批鸟只，为这个方向出去。小部分，小部分是为这个十点钟到十一点钟的这个方向。那么，即个目前伫咱船边的，伫咱船边的拢漏尾啊，包括卡门顶遐吼，卡门顶有一批，遐原来游真悬，也咧看，也咧观察来看，遐个游真悬吼。即、这个爱看的就是讲，已经出去的鸟只是咪倒爬苦，看是咪个爬倒转来吼，这是咱必须爱观察的。真呢，伫咱船边呢，伫咱船边懒懒散散安尼倒倒嘞吼，安尼懒懒散散倒倒的，伫船边拍鼓的鸟只，清清菜菜倒倒的，嘛要三五百只吼，三五百只伫遮咧拍。即个伫咱即个九点半钟、十点钟左右的方向吼，有一批鸟只伫遐拍，伫遐咧拍鼓。那么咧拍鼓的这个情形呢，因拢飞的高度拢还算蛮高吼，飞的高度拢有真高。这个呢，伫咱船边这路边啊鸟只吼，就看因呢捡捡规阵啊未吼，这就等因来捡捡规阵，因为呢，这伫咱船顶呢有两三阵吼，两三阵咧拍鼓，拢无真大阵啊，拢无真大阵。啊，这就是看因的捡做伙也袂。
因为伊150公里的这个距离呢，照这呢扣规定咧飞会较省力吼，会较省力。这个飞的管道的部分吼，我已经起倒落来吼，我已经起架啊。哦，那在咱准备的脚架吼，那小扣，那扣我来吼，那扣我来。那目前呢，到这个位置吼。已经出去的鸟只，咱无看会倒趴窟吼，无看会倒趴窟。啊，咱呢持续伫只做观察吼，持续观察。啊，目前伫咱准备趴窟只鸟只呢，拢是它在遐捞米啊，哦，遐捞米啊，要捡规阵的款。啊，互你捡规阵，啊，等下看因出去的这个方向安怎。开始啊，咧对电啊，吼，我鸟只已经开始咧对电啊。那么这个呢，飞较悬的鸟只呢，飞较悬的鸟只，遐只有一阵吼，向二十点钟的方向一直咧赶出去。那么目前看较近的这呢，这拢还搁咧拍酷的情形。哦，目前咱正看到这几阵这拢还搁咧拍酷的情形吼。啊，有飞较悬的，飞较低哦，有饲伫海面的吼。所以讲，这目前呢。咧拍苦只鸟只呢，希望讲因会当较紧扣定扣好势吼，扣定扣好势了，相信因就陆续会呾带出去。即个伫咱十点钟左右的方向吼，只有一阵，哦，迄阵咧拍苦，悬度安那真悬，哦，迄个悬度安那真悬，但是安那咧拍苦吼。伫咱准备只目前的鸟只呢，拢。算无济啦，啊，就是线鸟啊有啊，捡规阵的嘛有，啊，就是看只线鸟，哦，只线鸟的部分呢，因的迄个做会对阵对会着啊袂。你把数据愈远呢，对阵愈重要吼，鸟只爱会晓对阵，你若会晓对阵呢，伊咧飞嘛较勤力，啊，你若像这线鸟啊这。像山鸟安尼咧飞呢，伊家己嘛会足吃力嘞。啊，最主要就是讲规阵啊，捡我来了后，捡我来了后，咱就看讲伊出去的这个方向定位是毋是正确。伫咱准备呢，即阵咧算算个啊，五六阵吼，还五六阵咧拍。啊，搁咱前后差不多4:30、5:00的所在呢，前后4:30、5:30的所在呢，才有那有一阵鸟咧带。所以讲，即咱准备呢，准备的鸟只，即咧拍的数量也算袂少吼，也数量也袂少。今日呢是咱北海进香联合船队以及咱永鸿龙联合船队，咱109年度、109年度春啊季的这资格赛，哦，春啊季的这资格赛。那么为昨呢，为咱家人港出港一直甲咱放到地遮呢，咱今日的这个比赛公里数是150公里，哦，150公里。那么鸟只呢已经伫咱7点准时呢，啊，全船的鸟只7点准时，咱总啊放出来啊。今日咱凤甲地遮的天气状况呢，都有咱鸟友做一下了解。今日咱凤甲地遮的天气状况，方向是北风，风力5级，
硬的部分呢中硬，哦，硬的部分中硬。天气的状况是乌阴天哈，啊，这个能见度13公里，能见度13公里。在咱这边风格进前呢，咱有大概观察一下，就是讲啊，日头光都强都要出来啊。啊，结果呢，因为咱今仔日这个云叶的部分拢真重吼，云层真高。那么这个云层真高的时阵呢，日头光都那一个啊，哦，那一个啊，啊，结果嘛是个又云叶炸去。啊，所以讲伫咱7点准时放假的时阵呢，啊，咱放假第一只，天是清清啊，不过呢就是安那，咱乌阴乌阴，啊，无一头光。啊，所以讲呢，即个鸟只的部分出来了后呢，啊，大批的鸟只出离的即个方向呢，啊，集中的位置呢，是伫11点钟、12点钟、1点钟、2点钟，啊，其他的。啊，懒散散的呢，拢还搁在咱船边咧拍鼓，吼，懒散散的拢还搁在咱船边咧拍鼓。哦，这个在咱船头吼，船头有一阵吼，在这个11点半钟的所在呢，在这拍鼓拍好势，这甲阵的鸟只哪咧带出去吼，哪咧带出去。啊，不过呢，这个呐一阵尔，其他还搁一挂老尾啊，同款吼，还搁在咱船顶咧盘旋，吼，还搁在船顶咧盘旋。即在咱船头的部分吼，船头遐有一阵吼，船头两阵，哦，两阵鸟只，在一点钟左右呀。迄个鸟只呢，本地飞悬悬啊，即悬度有降低吼，悬度有降低。即目前阮咧观察咧，就是讲咧看，就是讲看已经带出个鸟只有倒拍壳啊无？哦，看有倒拍壳啊无？因为你若倒拍壳呢，表示讲啊，头前的这个状况无啥好，鸟只才会倒拍壳。不过呢，到目前为止哦，到目前为止，咱感觉也袂歹，就是讲鸟只拢无倒拍吼，拢无倒拍，只是讲有的较早出去，有的较慢出去。那么慢出去的鸟只就是伫遮咧烤的时阵呢，那夹电吼，伫遮咧烤，那夹电啊，这个呢，伫咱船边呢，剩呢拢剩老尾啊尔，吼，剩遮一电。哦，这阵也咧拍鼓，啊，这老尾啊呢，看因安那带，吼，看因安那带。今仔日呢，咱这个资格赛放假的这个情形啊，为7点咱准时放假，甲即届呢，已经经过15分钟的时间啊，吼，啊，经过15分钟的时间啊。那么伫这个15分钟内呢，啊，伫咱船边大批的鸟只呢，啊，差不多拢带出去啊，哦，差不多拢带出去。那么以这个速度来讲呢，鸟只的这个速度也算真好吼，鸟只的这个速度真好。那么今仔日呢？啊，伫这个啊做105公里的这个距离呢，咱预计啦吼，预计差不多九点空啊左右，哦，9点半左右呢，咱陆陆续续都会当看到鸟只登陆啊。那么今仔日这个登陆点正线的部分，鸟只爱为咱船呢1点钟、2点钟的方向出去。即目前呢1点钟的方向，我那有一批鸟只，我那赶出去啊吼。那为1点钟、2点钟这个方向出去，这拢算正线，哦，这拢算正线。啊，如果讲为10点钟、11点钟出去这个鸟只呢，伊爱修正，那无修正呢，惊讲伊会偏为东线去。所以讲今日出去的鸟只，10点钟、11点钟、12点钟、1点钟、2点钟，哦，拢有鸟只带出去吼，拢有鸟只带出去。那么最主要就是看讲，哦，带阵的鸟只呢，这个定落的位倒位啊锁起哩吼，看位倒位啊锁起哩。那么预计咱见鸟啦吼，伫陆地见鸟，应该伫9点半左右吼，9点外左右呢，陆陆续续都会当看到鸟只见鸟。啊，希望呢，伫这15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底，啊，沿路哦，这个雨拢已经过啊吼，上好是沿路拢无雨。那么安尼呢，啊，大批的鸟只呢会当真顺利就登陆，哦，大批的鸟只都会当真顺利登陆。啊，伫这呢，咱嘛预祝咱。
今仔日有所有出来参赛者交友呢，啊，恁的交接拢会当啊真顺利啊入度安尼吼。其实伫这个九点我了了陆续见照了后呢，啊，咱较近的度呢，都爱去哩等照啊吼，都爱去哩等照。那么今仔日呢，这是咱北海进翔联合船队以及咱永鸿龙联合船队109年度咱剩啊贵。剩啊几个资格赛，吼，剩啊几个资格赛，比赛这个公里数呢，啊，出海是150公里。那么今日这资格赛准只天口的位置，哦，准只天口的这个位置呢，较歪哩东边，吼，较偏东边小块。那么偏东边小块呢，今日头的这个风势部分是正北风，哦，正北风。啊，所以讲呢，啊，伫只呢，咱依照咱所有的交友呢，啊，拢会当。啊，有真好的这个成绩，吼，拢会当有真好的成绩。后来伫咱船边呢，啊，剩一挂老米啊，尔，剩一挂老米啊，尔，吼，啊，这老米啊，已经数量无济啊，哦，数量无济啊。好，那么刷落去呢，咱。啊，还阁有一挂时间呢，咱利用这正十分的时间呢，啊，予咱交友看一下，伫本季啊，咱这个啊做取缔交盲啊的状况，啊，然后咱所有交友啊了解一下，啊嘛，伫遮呢，咱所有这取缔交盲的人员呢嘛拢辛苦啊吼，啊嘛感谢因安尼遮辛苦，啊为咱出力做取缔交盲的动作。109年3月25号，联合船队苗栗撒网队，奉我们萧总会长及宋执行长指示，好，右边来，右边来，左边，都右边过啦，要带好右边过，好，宋执行长指示，我们前往赵桥，这边是平津村这边哈。冬季的时候有来拉哈、啊，我们现在啊，哎哎呀，摩羯这几天呐、啊，我们上去那边巡查看看哈、啊，现在开路啊。好、啊，九个嘛，好、啊，我们出发。好，来。那我们找到新缺口了哈，这样都还敢强抢药。啊，你看这件哈，到这边，哦，把人家树砍成这样，不是很大一件呐、啊，啊，这样就想要，这样就想要生活。运的啊，对了，给我配这位了。好，你看鸽子过了哈，鸽子经过哈，你看。好，这第二件。好。好，来，一会我们就要进行砍除哈，我们把它放下砍除哈。来，来一条刷，来一条刷，来过了。好，来过了。好，用被砍掉的竹子接的啊。来，大腿，大腿。再做个先打，做个先打。早做的啊。看哪样好吃吧，过船吧，好，好，刷过去，好，你看我们现在把一头砍掉了哈，来把绳子刷一刷，呀，有给你打的，给我打的呀。
3月31号，北海联合船队扫网队在林口大坑一个废弃的丁咛里面发现第一件瓦子，现在马上进行拆除工作。好，开始啦，开始拆。那上面先给它砍掉。啊，卷卷起来。在处理第二件，这里是第二件，是不会大件，小件的，我们还是一样进行拆除工作。啊，开始砍了。那个先给它放下，中了一只野鸟。叫那边那个绳子给他砍下来。其实咱上这个山顶呢，咧顺这个礁房的时阵哦，啊，确实我那非常的辛苦，因为呢，有诶拢泥甲真悬哦，伫诶这个山梁啊顶呢，啊，伫这个山梁啊顶的时阵呢，有时阵咱为这个啊马路稳定，要去哩甲山梁啊顶，爱行两三点钟的这个路，啊，礁房啊呢，即房啊卡的部分，因嘛愈来愈石头吼，啊，这个房啊卡的部分呢，因我那真熬险。咱去哩，咱几乎拢有看到这个房啊，啊，但是呢，因的这个啊，做不管是房啊卡的部分，因的这个因真熟以外啦，再一个就是讲，因的所在，咱的这个巡礁房的人员呢，嘛就位拢一直间做处置，所以讲呢，咱这所有巡礁房的这人员呢，嘛非常的辛苦吼，啊嘛感谢因安尼。啊，不眠不休啊，去伫山顶啊，巡这礁房啊，啊，尽量减少咱所有礁友的这损失。当然，咱嘛希望讲啊，咱礁友的部分，你若讲知影讲啊，网啊、内网啊的地点，哦，我那会使甲咱的会员做通报吼，甲咱会员做通报，啊，互咱会员呢会当搁较顺利去做这个处置的动作。OK， 恁顺那个礁摸起来哈。咱过来发围哈，哦，你看，规抓啦哈，规山顶拢是网啊，规山顶，这边哦，一个加那个，过一边，过一边拢是哈，拢是网啊哈，规个拢是网啊哈，好，咱带一两个独钓哈，慢慢哈，好吧。那出得了啊！
谢谢哦，谢谢哦，来放放，好放哦。这个交房的，交房的这个土地的部分呢，啊，咱嘛希望讲咱全国所有的交友呢，大家拢会当互相配合。那么这个配合就是安那，你若知影讲都有房啊点呢，啊，较紧甲咱总会这边做通报。那么，予咱总会者呢，也会当啊有一个有一下安算，因为这個同步系统，咱若做了好的时阵呢，咱相信这个网啊的状况会愈来愈减少，哦，会愈来愈减少。那么，因为这个就是咱完全拢必须爱靠咱的这个啊做顺网的人员啊，就伊去顺啊，所以讲呢啊，加减嘛是也阁会造成咱这个交接的损失。啊，所以讲呢，咱伫遮呼吁啦吼，咱呼吁咱全国所有的教友，哦，咱拢会使向着咱当地吼，当地分会啦，啊，来做报告、做检举，啊，互咱呢，伫这个咧处理这交房的部分呢，会当搁较顺利，甚至呢，咱嘛希望讲人拢会当抓到安尼吼，啊，这就是咱目前呢咧处理交房啊稳定诶一挂困难度，就是这通报系统。哦，就是这個通报系统的部分，啊，也唔是建立较足好哈，啊，咱希望讲整个会当把这個通报系统做较好咧。来，放落来，放落来，放，放落来。哎，你停，安尼慢着啊。好来，今仔日呢是咱北海进香联合船队以及咱永丰龙联合船队1109年度咱的春啊季主计赛的比赛。那么出海的这个公里数呢105公里，啊，今仔日呢咱顺利呢已经将交接拢放出去啊。啊，伫这个整个这个主计赛内底呢，咱嘛希望讲交接呢会当较紧定力，啊，帮咱交友呢带来较好的成绩。刚刚咱班长有啥物话都要甲咱所有教友讲者吧，安尼都好啊。好，来谢谢。那么今日呢，咱嘛伫遮呢，以祝咱所有的教友拢有一个真好的成绩哦。谢谢大家，谢谢。哎，记者，嘉诚每天暗时伫这个天龙位置。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林永清。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清明节扫墓部分县市没有开放路塔祭拜，也不提供扫墓专车。为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建议可善用内政部与部分县市提供的线上祭祖服务，科技扫墓心意不减。此外，可安排少数亲友代表祭祀，并透过直播视讯让家庭成员可以同步表达孝心。如果需要亲自祭祖，请注意以下几点：一、避开清明节当天人潮或延后扫墓行程；二、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三、勤洗手维持手部清洁；四、配合工作人员量体温，若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请在家休息，不要出门扫墓。慎重追远，也要团结防疫，缺你不可。这位收藏达人呢，他收藏古玉已经好多年了。特别的是，他带了一件古玉，曾经送香港拍，人家帮他估的价钱是上千万港币。好，在今天要特别带到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大开眼界，到底值多少呢？